还蛮瞎的。上面就有一大片的起司，对啊，然后加上牛奶，画面很疗愈。嗨，大家好，有看到我很漂亮的背景吗？就是王美仪，还有很漂亮的墙壁。想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还没去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的，赶快去哦！好，其实我今天来到这家不是咖啡厅，也不是蛋糕店，它是火锅店哦，超特别的。这间就是最近新开的乐客吉祥锅，那它就是在桃园艺文特区这附近。他们家主打的是豆花火锅，他们家有乌冬口味的豆花火锅，听说还有很厉害的手摇饮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他们家的火锅到底多厉害。好了，我们入座了。漂亮耶。对啊，它的一整个 set 就这样帮你煮好好的，然后东西其实分量不少，很大一锅。我刚刚看很多人吃不完都打包。啊，你的那是什么？我的锅是那个辣泰妹冬阴豆花锅，就是泰式口味的。嗯，然后我这个是某某牛奶豆花锅。某某。好，那你打算先从什么东西开始吃起呢？我讲过啦，吃火锅第一个就先喝汤啊。还蛮虾的，它有很多只虾子在上面，就不是无聊那两三只，它大概有五到七只吧。然后还有小卷，还有半颗柠檬，很可怕，其实就是一个味道非常重的，有点酸酸，然后有点辣辣，就泰式口味嘛。那我也来试试我的汤好了。你的看起来很好吃，上面就有一大片的起司，对啊，然后加上牛奶，画面很疗愈，很浓耶，就是所有的味道都在里面。哇，那个好好喝哦。对啊，这个很好喝，你那个很顺，就是还有那个蔬菜的甜味在里面。嗯，那个我有吃到金针菇的味道。金针菇啊，白菜的味道都浓缩在里面。它那个每一锅的那个都是一锅一锅单独去熬煮，嗯，就不会去混到别的味道这样子。对，很有诚意的一间店。好，来，那火锅达人，请问一下，汤头喝完之后，我们今天应该要做什么？吃那个叫副餐。我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再不吃的话，乌龙面会烂掉。它的副餐很特别，就不是一般很无聊的那个什么白饭啊，嗯，像我的这个辣乌龙。它这个很厉害的是，它不是给你一包乌龙面自己煮的，对，它是帮你煮好，然后还拌过他们的酱料了，感觉蛮好吃的。然后还有撒葱，看起来滑嫩滑嫩，味道好吗？好。它是怎么样的调味啊？嗯，香香辣辣的，很好吃。我觉得感觉就可以自己出一个，对啊，嗯，就是可以单独就是做一个午餐，炒乌龙，嗯，加个肉就变成一份料理了。我的是客肉饭，就是你喜欢吃的东西，反正就是类似冻饭的概念了，很香，就是肉片版的卤肉饭，就是甜甜的味道。对对对，有那种卤肉饭的感觉，单吃肉看看，嗯，很甜的，那这肉好好吃哦。对啊，超级好吃的。然后它还有附你一颗溏心蛋，加上葱盐，它这样就是一个午餐了，根本就不需要这个锅，它这个副餐就是一餐，很好吃哎，很夸张哎，难怪刚刚大家都要打包，对啊，分量太多了，太夸张了。我想要喝饮料。你想要喝饮料？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吃了辣辣的东西。好啊，我想要来解辣一下。我的是甘蔗柠檬，算是刚刚店家推荐的其中一种。它里面加了大概有半颗的柠檬。哎呦！对啊，所以你加上你这一锅，你有一整颗柠檬。对啊，我好富有。你看看，很酸。柠檬富翁。哦，不酸呢，就是甘蔗汁甜甜的，然后搭配一点点柠檬酸酸的，蛮刚好。你的是什么？泰式奶茶、啊，哇，我好想喝。这颜色跟你的锅一样。对啊。就是太难。嗯，泰式奶茶。我喝看看。但其实我没有，我不是很了解泰式奶茶的时候。泰式奶茶就是很怕会很甜啊。哦，那它还好，它没有很甜。它还好，就蛮标准的泰式奶茶。
饮料结束了，饭也吃了，然后配菜也吃了，其实今天就差不多这样。没有啦，菜我要吃。不是，这样最好是可以吃完。它还有一这么，它其实真的很大一锅。对。它这个锅其实蛮漂亮，很可爱。Tiffany 蓝诶，那女生看到就会喜欢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大家上菜的时候都疯狂拍，对，真的很漂亮。这样豆花怎么样？我再吃一口。跟我们上一次吃的豆花有一样的感觉吗？不太一样诶。真的假的？它这个又更入口即化了。它肉真的太多了，害我找不到我的豆花。这个很像在吃豆腐，就是豆味更浓的豆腐。就是你不讲，我还是会把它当做豆腐吃下去。雪花牛，哇，超软，太美好了吧！这一整锅好美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把它吃完，努力把它吃完。对，不然人家店家要打。好了，开玩笑了，其实跟我们就吃不完了，在这里还有超大一锅，那这分量实在太多了，根本就是吃一餐可以抵两餐，对啊，超非常的划算，嗯，推荐大家来。你觉得吃下来的感想怎么样？除了吃很饱之外，吃很饱，而且它东西不随便，它从锅啊配餐，甚至是它的溏心蛋饮料都超好吃的，而且还有个重点。因为他帮你煮好，所以你吃这火锅吃完不会全身臭臭的。哦，对，对吧？而且还可以拍个很漂亮的网美照。你很有想法呢。平常姐妹闺蜜要聚会的时候就可以，然后又想要吃火锅就可以挑这里，就可以美美的吃火锅然后拍照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没错，那为了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每一支影片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